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lub 以及马来西亚盖亚卡店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副喷火龙的牌组，因为太多粉丝在问芒果说：“哈，芒果这个喷火龙怎么组呢？那个喷火龙怎么组呢？”我干脆把全部凑在一起组一副喷火龙给你们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那这副牌话说真的，强度也算普通啦。不过有爱的人就是可以组来玩看看就是了。首先看到我们的百变怪，它可以进化成任何一阶的宝可梦。再来小火龙，芒果放了70血量的小火龙，就是防备对手如果扑伤扑30/30的话会被秒杀，对不对？所以放70血量的话比较。不会被秒杀。接着就是我们的火恐龙啦，这是 7.5 的火恐龙，它的特性从手牌进化的时候喷牌组上面五张牌，然后如果有任何的火能量贴到自己身上，那要做什么用呢？因为我们的喷火龙伤害应该说需求的能量数非常非常的高，所以说我们如果真的喷到两张三张的话，代表说我们下回合一定可以打出一个高爆发的伤害。来，首先看到我们的第一只喷火龙，第一只喷火龙特性从牌组拿两张基本的火能量贴到自己身上，但是必须会自己扣20滴的血量，所以说它血量150使用的是特性就变成130了嘛，对不对？130的话，其实你看，如果我火恐龙有喷到能量喷了两颗的话，再加这个喷火龙的特性，直接就四颗能量了。哎呦，四颗能量加手贴五颗能量，我这样可以打多少？280滴，相当相当的痛啊！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开始前期的一个打点，不需要这么高。我们后期的打点可以靠别支，例如呢，来，例如看一下我们这个电影版的喷火龙，第一招跟火恐龙的特性一模一样哦，但是它是丢八张，只要有任何的火能量都可以贴到自己身上。那第二招200滴，巨叉招250滴，丢掉一颗能量。所以在这边芒果建议先开巨叉，再开第二招，这样懂了吗？这样保证可以收掉两颗人头。那我觉得它250血量不多不少，但是也是容易被秒掉，不过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就是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我们尽量喷火龙是非必要的时候，对方已经大魔王出来了，我们再把喷火龙抓出来，知道吗？好，接着就是我们这个 7.5 的喷火龙，应该很少人看过这一只，对不对？它的特性其实也非常非常强，只是因为它的能量需求非常高，所以芒果不建议一开始就组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既然要组喷火龙系列牌组，我们还是得放一张。来看到它的特性，对方有一只 G 叉宝可梦在场上的话，攻击力多30点。哎呦，所以说这种时候遇到疯狗皮杰的话，就非常非常酷了，因为我们的伤害可以打到爆表。怎么样爆表呢？来各位看一下，130滴丢一颗能量。那如果对方有五只 G 叉在场上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打多少？280滴，哇，超级痛的啦，好不好？对方如果有四张没关系，我们200多少？250是不是？250也可以秒掉对方的皮杰了，哇，也是非常非常酷哦。不过丢一颗能量，我觉得这点也不错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这喷火龙也是非常可以玩的，现在啦，好不好？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六尾啦，六尾基本上芒果只要是我们因为我们基本怪兽只有六只，对不对？六只的话，芒果建议不管是谁在前面，只要让他撤退，派我们的这只六尾上去来抓我们的火恐龙，好不好？抓火恐龙或喷火龙其实都可以。好，那抓怪的话，抓完的话呢，我们这个能量回收，等一下我跟各位讲。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的吃铺场，所以放了四颗巢穴球完全没有问题。接着糖果放了三张，因为一开始芒果刚刚讲到说，我们的打点都是在这一只SM9的喷火龙上面，我们一开始可以微量的先打，然后再。中后期是大量大量的打，中后期就要靠我们的这只喷火龙，因为我们要用火恐龙进化上去来做充能的动作，这样各位懂意思了吗？好，那单价两张就是怕可能被打掉太多了，或者不小心喷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计时球也放两张，就是看能拿到就拿到咯。那这个高级球四张，这个火场第一张，这些都应该人物卡四竹篮一加三股芝麻四力量，应该这些都没有问题。来，那头巾放两张，其实我觉得这头巾其实有点略尴尬啦，你想放不放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就放一张应该够了吧？好了，放一张应该够了。我们放四张糖果吗？好了，随便啦，你自己改好不好？15张火能量好了，好不好？那15张火能量就是为了说让火恐龙喷到火能量几率变大，这样懂吗？好，那我马上来测试看看。那其实这副牌说真的是粉牌，就是粉牌，不要怀疑，就是粉牌。那强度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也只有3到4颗星啦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其实有可能可以赢一些大怪的牌，大怪的牌。马上来测试看看，非常酷，喷火龙牌组。草，哎呦，克数哎，有点爽哦。喵花吗？如果是喵花的话，那我觉得还不错呢。赞！哎呦，这什么手牌啊？我的妈呀！好，那等一下我们把六尾抓出来吼，然后让百变怪做撤退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哦，派拉斯特哦。
天，我想看看，草系派拉斯特配什么？啊，混乱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画派拉斯特哦哦，混乱哦，我懂了。哎，所以说好哦，哎，蛮新鲜的哎。妙蛙花派拉斯特 ，OK， 他是用第一招啦，对不对？几乎就只会用第一招而已，第二招应该也是会用。所以说这时候哈，我克属可能比较有优势啦，好不好？希望对方可以跟我打到最后，那让我的喷火龙表演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尽量不要杀他，我觉得我尽量不要杀啦。哇、哦，有场地哦，莉莉亚，我、哦、靠，哎、欸，好顺哦，天哪，有点猛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好像对方组的不错呢、欸。护膝好，巢穴球再一次派拉斯，没问题。嗯，这样子我的喷火龙被他打一下我就爆了、欸。好了，来一张六尾吧。好，小火龙跟火恐龙，我们先养后排好不好？用力的养后排。我现在只要混乱吼，就会被多扣二十。可他现在有办法撤退吗 ？Judge 啊，搞尴尬，他现在也没办法撤退吧？我觉得。哦，这手牌不错哦。可是我小龙还没出来，我想想看哦，抽五张，抽五张，两个都抽五张，那我用莉莉亚好了。哎呀，来个正好不好啊，真的莫名其妙，搞什么东西啊。来两张火恐龙，好，两张火恐龙可以。我等一下想要那个我的那个终极叫什么东西，我的终极喷火龙来干爆他。等一下他是不是有那个啊骨子嘛 ？Switch OK 好，那这只六尾本来就是要送他的，所以合理合情合理，好不好？合情合理。那等一下我拼命看可不可以喷到那个，可是我不想杀他哎、欸，其实。我也许杀得掉哦，也许哦，我看一下，我喷火龙现在可以打多少？我看一下，130、160杀不掉 对, 不对。但是我如果有这个，看一下，130、180、360，我杀得掉，其实我杀得掉哎，应该是不是？可是他不能用那个。想一下、哦、单价。好啦，我觉得我先拼拼看好了，我真的不太想杀他啊，其实我真的不想杀。才两张而已哦。再喷没关系。两张。然后救回来。哦，酷欸，这手牌不错哦。好啦，我可以进化喷火龙，对不对？先不要好了，好不好？再抓两张，我的喷喷登场啦！喷喷，我要这两只喷喷。好，我跟你讲哦，这只一定很屌。但是这只我还没有打算先进化，因为它的能量现在能量不够，能量不够的情况下哈，我用这只喷喷出去好像没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立家抽四张，那等一下哈，基本上我应该是打得掉它啦，我觉得啦，因为这只六尾就送它无所谓。好，烧伤中毒，然后多扣二十，这些都无所谓，这些都无所谓。
还好他刚没用 judge， 有 judge 我就糗了。好，那这时候可以开打了吧？好不好？开打了。好了，别扣啦，一只小六尾要欺负他。好，先派这只出去。好，小火龙登场。然后基本上我跟你讲，先进化他。这次进化他，不行，不行，可以吗？哎，我是贴错了，我贴错了，我贴错了，我贴错了，靠腰，150、180，他会开 G 叉吗？哎，我贴错了啦，靠腰怎么办？救命哦！哎，我要用他打，结果我弄错了啦 ，sorry。好啦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我手贴该贴给他，对不对？他要打那个，因为他场上有两只，G 叉，所以我可以打190 double 变成380我就秒掉了。可是我刚手贴错了 ，sorry， 太白痴了吧？好啦，算了。反正我们这场是玩那个喷火龙，喷火龙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来撤退。这样打多少？150 180 360打掉吧，360打掉吧，270 300 340打掉啊，打掉啊。好，那这个我给他好了，然后开个莉莉爱，刚手贴错了啦。其实我是想用他打的，可惜。好了，没事了，那就打吧。好，330换你，123。各位，等一下，我火恐龙吼，应该也会大喷发，好不好？大喷发，那什么是大喷发吗？就是我火能量全部洗回去，好不好？火能量全部洗回去，然后我等一下喷，吼，喷五张，也许可以喷到一大堆的火能量。刚刚芒果一个低超啊，因为我太想养它了，我太想要用它来打给你们看了，因为真的太帅了，好不好？太帅，真的太帅了。我不会打你的，各位，我帅哥，我绝对不会杀你的，放心。我现在还只想要养它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只想养它，我会跳过回合的，你不用担心。不要懒得干嘛？哦哟，我在给你机会，你干嘛啦？哦，我是在给他机，我是不是应该说给我自己机会？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你这样子我生气了，真的我会生气哦，哥哥。我想一下哦，等一下我先想一下哦。首先我们先古芝麻别吃，然后我这只送你，好不好？我这只送你，你不要再闹，不要再弄我了，不要再弄我了，我会生气，真的不要再弄我了，好不好？贴给他，然后这个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了是不是？好啦，剩两张是不是？来洗回去。他如果真的杀掉喷火龙的话，基本上等一下我也许救得回来，好不好？也许救得回来，我只说也许。现在我牌组里面有超多那个的、欸，超多火能量的。来喷五张，等等三四，哇、哦，三张碎。好，然后现在就结束了，换你。那等一下他把我这杀掉的话，基本上我再把他救回来，好不好？再把他救回来。他应该没这么多骨之马啦，不可能那么多骨之马啦。你要干嘛、啊？欸，我是不是有骨之马？换一下。骨芝麻还有一张，可以哦。火能量好，我慢慢养，我就是要慢慢养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慢慢养。好，他没有办法下去，对不对？我想一下哦，我看一下，先扣死，我看一下牌组还有没有骨芝麻，有骨芝麻就没问题了。啊，没有骨芝麻，靠腰，这样子下不来，求大，求大，求大。我要浪费一回合让他下来耶，然后换你，我太想表演了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怪我，我要就是要喷火龙大军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用喷火龙大军，我不管，谁都不能拦我，好不好？谁都不准阻止我，我就是要喷火龙大军，好不好？你要 switch 吗？你要 switch 的话，我就把你干掉了。好，换你。我那还有几张啊？两张，我看一下哦。我
总共14张，是不是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所以我牌组应该还有1到2张，这样够用，够用，各位够用，这样够用。好，我够用。酷酷一，他现在是要拼什么？拼古芝麻跟交换吗？Hello，Hello， 好，喷火龙，现在应该喷火龙应该没什么用了吧？好，抽5张，反正我剩2回合的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火能够了，来各位，这样够了，够了，那就直接结束吗？好，结束，换你。你要古芝麻吗？有古芝麻来了，好，各位赢了，我等下直接好、哦、用我的喷火龙直接干爆他给你看。哎呦喂呀，好痛哦！没关系，我还有这个可以进化上去。好啦，各位给你看他的 G 叉好不好？应该很少看过他的 G 叉吧？他就蛮酷的、哦，其实。哎、欸，火量好多、哦，火量超多，有没有发现超多的 ？Thank you， 谢谢你让我表演完，拜托让我表演完好不好？让我表演完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没有，因为我客属的关系啦。You have a good day， 你也是啊。GX 250D 棒哦，好痛哦，丢一颗能量。哦，好爽啊，丢双五啦 ，nice nice nice， 太 nice， 喷火龙牌组赞赞赞赞赞赞赞。好啦，超级好玩。我跟你讲，这把不强啦，你不要拿去比赛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只是，喷火龙的粉丝在玩的，懂吗？喷火龙控在玩的，所以说你们自己要怎么改，自己修改啦。因为基本上刚刚我觉得喷火龙最需要的能量问题，我们勉勉强强有算解决到了，对不对？有解决到的情况下呢，所以说，哎，就这样子吧，好不好？你们就自己去修改，自己去玩。那芒果这副牌就命名为好不好？喷火龙控制牌，嗯，好，喷火龙控制牌。那喜欢我的片，帮我按个订阅，喜分享。那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，我们今天的喷火龙牌组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喜欢芒果的影片，请按赞。想知道更多 PPCG， 欢迎订阅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，追踪直播，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。我们下次见。